一二三，撤撤。除了把难度调高以外，他们要来进行这个单点的模式，因为他们的步枪都有全自动还有单点的模式，然后他们都会换成单点模式要来做点头，然后这边 B 直接击杀了两个，然后剩下最后一个，但是他子弹已经没有了，经典的交战，哎呦，拿出小手枪想打，哇，这边是直接成功拿下了三杀。想不到我们的毕淑君这边枪法还是非常的了得，直接打了三个人头，目前比分来到本身打电动的资历讲出来让大家吓一跳，快点，打电动多久了？其实我从国中开始玩线上游戏，那其实我玩游戏的大部分的类型都是 RPG 居多，对，因为我很喜欢培养一个角色这样，对，一个养成啊，对对对对。但最近的一些游戏来讲，像比如说 Battleground、 LOL 都是比较像是一场游戏里面要跟 team play 一起合作的，对对对，团队要合作的，所以相对我来讲，其实有就是 team play 比较有一些难度比较高一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所以刚刚 B 提到过，从国中就开始接触打电动，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高纪录一天可以打多久？我现在休假的话，其实十几个小时就一直打电动。等一下，你中间有吃有喝吗？其实几乎没有了，但这是不好的，对对对，一定要玩游戏，一定要休息。对，对，然后要吃饭。毕平常工作可能行程太满了啦，所以难得有休假，就会希望说，哎，透过那个打电动的方式，可以好好的 relax 一下，对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中间经纪人听说都会打电话来说，哎 ，B 要起来走一走啊，要起来上厕所。对，你要吃饭这样。要记得吃饭。是。好，下次那个阿关姐会送你几包叶黄素，好不好？补一下眼睛。Discovery 电竞崛起，全新霸主，明礼拜五晚上呢，正式的开播。